曾出演《复仇者联盟2》《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》等影片的韩国女演员秀贤，今天被爆料正在与年长三岁的企业家交往。不久后，秀贤的经纪公司确认了该消息属实。据秀贤的经纪公司透露，秀贤正在与年长她三岁的企业家车明根交往。车明根是众创空间企业 WeWork 的创始人，同时也是 WeWork 韩国公司的代表。秀贤作为模特踏入演艺圈，在2006年以一部游戏的女王成功转型演员。近几年，她凭借出众的英语实力，出演了多部好莱坞电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